别左顾右盼啦，我说的就是你。前往。有任何不懂的，把手放在我旁边的这本书上，就可以领取属于你自己的学员手册啦。挑一张好唱片，然后我们再坐下来唱歌。冒险家，指导员登场了，初心者，现在拿起你的短剑。哎，这些玻璃还真是折腾，别再说，给他们狠狠一记重击。
初心者，你得躲开国王玻璃的技能。这家伙比普通玻璃强力得多。初心者，你已经尽力了，现在我来教你全身而退的技巧。停手吧，你应该不是邪恶的魔物，到底为什么要欺负我的学生？你们这群小偷，快把天使玻璃大人的光环换来。你们追到我的原因难道是为了这个吗？果然是被你偷走了，太过分了，小偷，小偷。你们才过分呢，我听人解释还乱着，不是要光环吗？还给你。小偷，你竟然，天使玻璃大人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使用紧急治疗，就可以在关键时刻进行自我救助。国王玻璃提到的天使玻璃的光环，那么我只好先问几个。我们分团行动吧，先在光环丢失的地方探查一下。自己的坐骑借给你。